么是喝醉的小姐啦。23号露露出席代言活动，本来要好好恭喜她连三年拿下金曲红毯主持人，但她其实不想当主持人啊。偷偷说一下，人家也是歌手啦。在入围公布那天，好友也给她了一丝希望。你知道那个 Danny 贼还很贱，露露，我有预感你会入围。我说怎么可能？害我还在前一丝希望，我本来是没有把这件事放心上。就他一讲之后，害我想说，害我就点那个直播来看，好，新人没有，那有没有去边边角角的讲，就过了。就想说，好了，没关系，就是那个今年再继续加油这样子。露露，没关系，我们今年好好当主持人就好吼。不过说到主持经验丰富的露露，自己是没什么好担心的，但凡被记者问到这题，她瞬间爆笑。尤其是比较替场内的老少担心。不会啊，我是真的很期待，因为其实我觉得她应该压力很大，因为大家都很期待她，对，所以就是我也会抱持着一个去朝圣的心情进去里面看一下，就是会发生什么事情这样子。她只要被问到说要讲话会顿杯，他如果顿杯就唱歌就好了，因为他唱歌就大家一定不会有意见的，对不对？他上面要唱全场。这也不会啦，老少乖乖，我们会好好期待金曲当天的非凡娱乐台湾报道。